好，主播观众，画面中一辆救护车准备要过马路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这时有行人直接往前走，这景象让骑士看傻眼，把画面 po 上网，直呼难道连救护车都要礼让行人了吗？事发就在22号晚上7点，台北市万华万大及东园路口，当下救护车方向的灯号是红灯，原本停了下来是要确认车子及确认有没有行人，但这三位民众疑似以为救护车要礼让才会先通过。日前交通部为了洗刷行人地狱的名称，只要车辆不礼让都采最重罚，这回救护车竟然让民众先通过，被质疑矫枉过正，引发议论。对此交通部回应，救护车及消防车只要响警示灯就有道路优先权，就连行人都要礼让，而消防局也澄清救护车是减速查看才会让路人误会。以上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，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